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呢，要先带你来看七堵区信仰中心庆祭公七堵骂庆祝建公六十周年，特地在上周六举办了各项活动来庆祝。总统蔡英文也特地致赠林宇霞被匾额，特地请内政部长余任宪以及基隆市长林佑昌代表接匾庆贺，感谢七堵骂庇佑地方，保佑新冠肺炎疫情尽快消弭。七堵区中心信仰中心庆祭公七堵骂庆祝建公六十周年，特地在十月二号举办各项庆祝活动。总统蔡英文也特地致赠林宇霞被匾额，特地请前内政部长余振宪以及基隆市长林佑昌代表接匾庆贺，包括立委蔡世应以及七堵区市议员等人都受邀参加，感谢七堵骂庇佑地方，保佑新冠肺炎疫情尽快消弭。小英总统有一个试匾，那今天匾额也一个接匾的仪式哈，那今天代表小英主席特别来这里恭喜祝福我们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哈，也希望疫情能够早日的结束哈。我们余前部长来赠匾哦，我想这是我们地方上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而且因为我们庆祭公是七堵地区的信仰中心，那在柯金标主委的一个带领之下这个香火这个蒸蒸日上那受到我们地方上这个我们所有的市民大家的一个肯定妈祖娘娘嘛非常来咱地方保庇所以咱家人从6月27号起就已经出现零确诊的天数，到今嘛已经超过三个月啊啦吼。这在双北旁边很不容易这都是咱妈祖娘娘的咱有保庇而且我们现在基隆也已经连续50天超过50天连续零确诊，所以我哩昨个已经宣布讲，基隆市我们在10月1号起有进一步的一个解封，然后这个让大家能够恢复正常生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定那所以这边60周年庆那注意恭喜。感谢妈祖保庇我们地方一定会更平安。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部长还有我们市长立委各级长官莅临来参与这个活动马来公接品增加本宫的光彩，非常感谢，再次会代表本宫所有的委员感谢各位长官，各位谢谢你们，感谢，谢谢。而一早庆祭公广场也排出一条长长的人龙，不是要来看匾额，而是要来参加庆祭公庙方举办的直角拔杯比赛活动，最大奖是150cc 的机车以及大约30多项家电奖品，吸引众多的民众前来直角拔杯，希望可以获得七堵骂的庇佑，把大奖带回家。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吴佩券10月8号就要上路，基隆市政府与49家业者合作推出了7大优惠活动，包括了暖心旅游、2天1夜团体补助、买一送一以及基隆半价等优惠。基隆市长林佑昌指出，只要来基隆吃喝玩乐住宿，不用抽签预约登记或是绑定，来就大方送。基隆吴佩券7大加码。基隆市长林佑昌带领业者高举7大优惠活动看板，要全国民众看过来，强调拿5倍券来基隆消费，不用绑定，不用抽签，好康通通有。是不用抽签，也不用预约登记，更不用绑定，然后来就送，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七大优惠的一个方案包括基隆暖心旅游2天1夜的团体补助，还有基隆 UGO 的游购券以及基隆 UGO 的好礼抽基隆 K 好康，还有这个基隆半价住以及基隆8折购，还有基隆买一送一等7大的一个加码。那只要持5倍券到我们基隆来消费不管是我们基隆的市民或者是外县市的市民都一样，可以包括食宿游购通通都有好康。
那这个其中我们特别就是希望说啊，这个能够对我们这一次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这个观光旅游，还有饭店住宿餐厅餐饮等等的一个行业啊，能够实质的给他们一个支持跟帮助。所以我们特别推出这个暖心旅游两天一夜的团体补助，旅行社只要组基隆两天一夜的这个出游团哦，那至少安排我们基隆两个景点，并且在我们基隆市住宿一晚哦，我们每团每人会有300元的一个补助。基隆市也推出了游购券，4月8号开始在北北基好玩卡等三大平台同步开卖，用100元线上购买即可获得120元的 QR Code 抵用券，最高买签送200元。那包括我们的这一个北北基好玩卡，然后还有基隆宰行，那以及呢我们 Klook 三大平台同步开卖哦。那这七大加码呢，是在这个游购券会在10月8号的上午10点，在这三大平台同时开卖哦，同步开卖。那刚市长也说明了，其实我们这个部分呢，有很多的优惠的部分哈，包括刚刚讲到的，我们只要是参加这一个旅游团两天一夜的团体的这个部分呢，哈，来到我们基隆呢，你只要安排基隆两处的景点，然后有一处的伴手礼店，同时呢要在基隆的餐厅用餐跟住宿基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有补助。一个人就有300元的这个补助的部分，那这个是非常的优惠。那同时因为基隆的好山好水实在是很多，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上一次的海派浪漫 Go Shopping 其实就有已经推出的，就是在平台上我们满千送百，那这一次呢更优惠了，我们是满千送200，也就是你拿着你的这个我们的五倍券，然后你来这个平台消费，那最高呢就是1000元就有200元的 QR Code 的这样的一个回馈的部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哦。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刚刚市长有提到的，我们基隆呢的住宿的饭店，包括我们的长荣、桂冠、柯达、水之记等等呢，总共有13家。那同步的加入我们的这个优惠的部分也。此外，基隆与台湾知名的旅游预订平台合作，设置基隆特色产品线上购物专区，买礼盒或专区的产品再赠送100元优惠券，可以折抵使用，希望促进消费者第二次回购。就我们在平台上面来购买礼盒，那我们买一盒就有送100元的回购礼，也就是说让你的新台币加码再加码变大，就是说可以就是让钱滚钱这样子，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获得最大的优惠，那来基隆抱回去最大的回忆，还有好吃的伴手礼。其实以市政府领头，带着我们这些业者，不论从吃的、住的、好玩的，那大家合在一起打一个团体战，因为我们的。面对的竞争者其实不是只有在基隆市而已，我们是要跟外县市一起比，怎么把外县市的游客带来基隆，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受益，然后更大家更喜欢这个城市，看到我们基隆其实变化那么大，这些年来其实大家有目共睹哦，每个人来到基隆说，哎，给人不赶快哦。记者会上，委托行不少业者也出席展示特色产品。基隆市议员童之伟邀请民众来委托行走走，一起来振兴观光。其实委托行这段时间我们大概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大家一起在努力。那很多店家对这一次的五倍券的消费都非常有信心，然后也非常感谢市政府的相关单位跟的委托行，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哈。那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大家可以来委托行看看，让我们的店家可以更有信心，然后让市政府的这个未来我们可以更重视委托行相关周边行业的发展。抢五倍券的商机，基隆市推出让五倍券变更多的优惠，还有机会抽到 GoGoRo 机车大奖，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基隆消费。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基隆捷运目前的进度到底是如何呢？交通部长王国材指出，将在一个月内确定最后路线等议题。基隆市长林佑昌回应，中央已经编列基隆捷运的相关经费，北北基三市与交通部又有高度的共识，现在是推动基隆捷运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并没有延宕。
针对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希望在一个月内确定基隆捷运最后路线等议题，基隆市长林佑昌进一步透露，目前交通部讨论的相关细节，包括路线的调整优化、运量系统提升以及界面衔接，还有经营管理维护等议题。也就是包括路线的维护的一个调整优化，还有这个运量系统的一个提升。以及这个我们在跟溪东线跟基隆捷运在衔接的这个点上的一个界面的一个问题，还有包括机场的设置的地点的场址以及后续经营管理的维运的这个单位的课题我想这一部分交通部就在做努力。那一个月的一个时间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一个月，其实重要的是这个事情能够被谈好，然后能够大家有共识然后能够把它顺利的往前面推动比较重要。对于外界质疑基隆捷运延宕，林佑昌强调基隆捷运的规格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但运能从轻轨升级到捷运，也从平面改为部分地下化，工程经费与难度当然会增加，因此基隆捷运不但没有延宕，现在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跟之前已经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之前是我们基隆市自己在谈规划，是我们自己在做，那规划永远都在规划，但现在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中央政府已经编列了基隆捷运的相关的经费，第二个是这个规划案是由交通部在执行，第三个这个是跨县市的一个共识所以我想有民众如果你了解整个基隆捷运过去发展的一个历程，以及最近这几年大幅的一个进展我想是多虑了。现在基隆市捷运的一个推动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至于是否需要再度召开市长会议，林佑昌表示尊重交通部的决定，可以开也不一定要开。据我了解，现在大概市长会议大家其实基本上共识都有了然后各个城市大家提出来的课题交通部也都非常的重视，那是不是要开市长会议我想这一部分尊重交通部的一个决定，那也可以开其实也不一定要开也可以透过跟不同的县市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最后这个交通部这边做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决定我想基本上都会符合大家的一个期待。林佑昌再次强调，中央已经编列基隆捷运相关经费，现在规划的方向及采取的形式都是对北北基三市整体发展最有利的选项，相信一定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并发挥最大效益，尤其总统蔡英文最挺基隆，所以建设都非常关心及了解，基隆捷运更已经是国家建设层级，市民不需要担心。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已经封场的新义区天外天垃圾掩埋场，最近又传出了运进焚烧过的垃圾底渣以及保丽龙进场，因此在基隆市议会预备会中，有议员就强调市政府环保局的做法已经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恐慌和不满，一块来关心。已经封场的信义区天外天垃圾掩埋场最近传出又运进了焚烧过的垃圾底渣以及保丽龙进场，因此在基隆市议会预备会中，有议员强调市政府环保局的做法已经引起附近居民的恐慌和不满，民众扬言发动抗争，市议员也呼吁市议会排进考察的议程里面。那最近这几个月这个天外天掩埋场它进了很多底渣这是第一点。我今天早上第二点有接到我们这个附近居民的反应现在那个天外天掩埋场在他的左手边放置了非常多的这个保丽龙，然后他想要环保局想要在那个地方做熔柱。那我们知道说保丽龙它的成分它融化了之后它可能会产生这个苯乙烯，它会造成虽然说不是像戴奥辛这种有毒的气体，可是它会造成我们骨髓受损及头痛、恶心、致癌等。那附近居民他们可能会发动抗议所以说我在这里先建议我们议会这边是不是要去考察一下，不要说以为说它已经封场了，可是环保局私底下做的一些动作偷偷运底渣进去，然后又把保丽龙放在这个天外天的左侧的部分，在那边准备做熔柱的一个动作，造成附近居民的恐慌，
那我想说建议议会这边是不是可以安排考察。而针对议员的指控，也让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觉得不可思议，事态严重，一定要立刻要求基隆市环保局改进，不能等到市议会安排去考察。如果何淑萍议员提到的到明年三月，那还得了啊，是不是？那个他那个底沙都把你放在他天外天那个富裕公园上面，那个是不允许的，那个马上就要一定要修正的，不能等到我们开完会以后，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以后再来去看，啊，看看，因有做无做，你也不知啊啦。这业务报告你就要赶快提出来了，业务报告不及的话，你在市政总咨询你也要赶快再补充了。基隆市议会预备会决定，接下来为期一个月的市议会定期大会，预定从10月27号到11月25号之间召开。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基隆市卫生局长吴泽成10月1号早上特地到中正区卫生所接种流感疫苗，宣导告知全市符合资格的医护人员以及民众，10月1号开始可以到七区的卫生所或是合约医院及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基隆市卫生局长吴泽成10月1号早上特地到中正区卫生所接种流感疫苗，宣导告知全市符合资格的医护人员以及民众，10月1号开始可以到七区的卫生所或是全市合约医院以及诊所接种流感疫苗。那第一阶段是比较有风险的族群，比如说医师人员，比如说大于65岁的老人家，还有一些50到64岁具有高风险的慢性病的者，例如 BMI 大于30啊，等等。那另外在长照机构的人也是第一阶段施打。那如果是从6个月以上一直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也在这个时候施打，然后包括小学、小学、国中、高中，也都在这个时段，施打。那包括那个五专的1到3年级，那现在因为在那个国高中在打 COVID-19 的一个疫苗，所以我们会从小学生开始打。然后另外的，例如说在六个月之前的婴幼儿，因为他没办法施打，所以他的父母还有托育机构的等等的人员都可以施打。卫生局长吴泽成也提醒，有接种过新冠肺炎疫苗的民众，至少要间隔7天之后才能再接种流感疫苗。因为现在在打 COVID-19 的一个疫苗，所以两种疫苗在这边的话一定要隔7天，所以民众在施打流感疫苗的时候一定要告知那个医师他的一个 COVID-19 的施打史。那整个基隆市大概有7家卫生所，43家的一个合约医疗院所，共有50家可以接受民众来施打流感疫苗。但是民众一定要上网去做一个查询，或是那个防疫专线的一个查询，然后寻找他适合的一个地方。也有不少符合资格的民众带着孩子或是孙子一起前来接种流感疫苗，中正区卫生所也会先由主任医生问诊，后再由医护人员为民众和小朋友施打流感疫苗。施打前也会仔细拿起疫苗向民众说明施打的是哪一种流感疫苗，确认后再接种。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慈云寺药师佛殿历经2年策划，开光启用。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像、壁笃、木科结王等恢弘庄严，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祈求身体健康、消灾延寿。欢迎民众来慈云寺药师佛殿参拜，感受法喜。唉，想工作却跟不上现代科技。
为了协助银发族就业，政府提供职训与津贴补助，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征才活动，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老翁老，各位不妥当哦。民国1997年才开始启用的慈云寺大悲殿中，供奉由中国名师许习瑜精心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为一尊四面佛祖，雕工极为精细。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不妨进到大悲殿，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欢迎回到中嘉新闻现场。台电基隆区处在10月1日举行处长交接典礼，原任处长杨崇和借调台湾气电共生集团，新处长由南投区处副处长张玉哲升任。先交人与两位处长共起立，请合影尽忠职守，报效国家，不枉费公堂，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这个处长交接典礼贵宾云集，包括立法委员、基隆市政府、基隆市议会、道路人工商协进会以及基隆地区多位民代理长、媒体代表等贵宾近70个人到场观礼祝贺。为了各位嘉宾哦，非常的多。陶议员、我们宋议员、我们庄议员、我们张处长，然后徐丽、徐姐，还有我们中华电信的总经理李总，还有呢，我们这个基隆市里长联谊会的总会长南哥，还有我们调查处的刘主任，还有我们基隆市警察局的刘局长，还有我们张忠信张里长。我们林区长跟我们中山区的陈区长，而这也显示台电基隆区处在过去以来跟在地互动相当的密切，服务周到，共同为稳定供电而努力。在我们之前前任的张建川处长以及现任的杨处长他们奠定之下的这个良好的基础，那我会延续着他们所建立的这一个制度以及规划，那去推展了相关的工作，把这些工作把它陆续的把它完成了。这个离开这个位置的杨处长，他接着要去高升到我们子公司台气电相关的重要职位来继续一展所长。那各位也知道，我们基隆市在这段时间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快速，尤其在林市长的带领之下，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业务的这个推动，包括本来是在今年要推动的这个城市的博览会，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了这个明年的4月。那相关的这些工作，其实在我们这边办理的部分，大概就是火车站的周边的这个配电设备的迁移的开锁的这些工程，都完全是配合市政。那各位知道市长会的这个城市博览会，这个是城市博览会他骑着摩托车从从北到南去宣传，那配合市府相关的这些工作，我们当然台电站的立场是当然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办理。记者黄日升采访报道。基隆市安乐区麦金路484号前车祸频传，地方民众向市议员庄景田陈情，希望强化号志标线，让人车行得安全。刚才不久发生的车祸，这个礼拜又再度发生。地方民众拍下影片，向市议员庄景田陈情：这个点哦，这个点哦，以前就有画防撞线哦，结果现在道路，我们这个道路做好了，这示范道路做好了就现在都没有画了。这里常常就是发生错误，一个月最少5次以上。我们常常建议看能不能如果是有红绿灯最好了，但是如果有经费问题没办法，就是最少要像那个
王庄线。向交通队求证，这个路段的车祸发生率的确颇高，是因为庄景田邀集相关单位前往会勘，寻求解决办法。这个路段哈，依市民的反应啊，几乎每个礼拜都在出车祸。这个星期三早上又出车祸。那原来的麦金路，自从去年示范道路完成以后啊，原来应该有的这个长化线啊，现在没有。那我们是希望市政府啊，一个道路品质的通畅跟人行道的顺畅是一个政策的好与坏，所以希望能够今天的会刊，那市政府赶快补足这个环网线，让市民的行的安全有更有保障。经过实地勘查及讨论，市府会针对麦金路484号前这一个路段，尽速研议办理相关的交通改善设施。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要多留意路况，确定安全后再行驶。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另外，我们也与 FM 轻松电台 96.9 联合直播，欢迎准时收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嘉集团关心您。